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新世界の建設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大家好，我是新世界的严世良老师。这一堂课呢，我们将继续来做《新编日语教程》第四册第十五课的练习。我们先来看一下选词填空的题目啊。那么和之前的课文一样，对吧？首先它一到八题呢，给出了八个语法或者单词。我们先来过一下吧。第一个是ほとんどなく，然后是次にはいられない。但是他ところ，然后是我们に。 思って、いやをなしに、に加えて、和たところが。那么、请各位同学、啊、選択正确含义的剧情或单词呢、停留到括号当中。我们从第一题开始、啊。第一题是、鈴木さんに聞いて、テストが来週の金曜日に変更になったことがわかった。應該是、應该是哪一个呢答案应该是、他ところ、对吧 鈴木さんに聞いたところ、テストが来週の金曜日に変更になったことがわかった。那ので、問了一下リン之後呢我明白了啊。原来、考試啊变更到下周五了。好、再来看一下第二题。田中先輩の実力何々しても解決できない難問なので、私にはできるわけがない。答案应该是、思って、对吧 田中先輩の実力を持ってしても解決できない難問なので、因为是一个凭借田中前輩的实力来做、都无法解決的一个难题。所以呢、ね、私にできるわけがない。我是不可能做到的。好、再来看一下第三题啊。状況した这是前面的吧。後面呢是、書道家の田中先生にいろいろとご指導を受けました。これ哪一个呢

但是に加えて表示地、地境、累加的。先月から家賃に加えて高熱費まで値上がりました。那么上周開始は、不仅是房租、连这个水田煤的费用呢也涨价了。好。第五题。彼女を長く待たせたと思って急いでい彼女は待ち合わせ場所にいなかった。当然、应该是。 所对吧彼女を長く待たせたと思って急いで行ったところ、我が言うと、あ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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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答案应该是，要我拿行李，对吧？不由分说的，不容分说的，不管你愿不愿意，都是这个结果，对吧？所以，どんな高価な化粧品不管你用如何昂贵的化妆品吧人，人的脸呢，都是不由分说的，不管你愿不愿意，都会老化下去的啊！不管你再用怎么高级的化妆品，都会老化。第七题。 ドアをノックする呃这是前面。後面是、人の部屋に入るのは失礼だ。答えがし、ドアをノックすることなく、人の部屋に入るのは失礼だ。他表し你不敲门就进别人的房间、这是非常失礼だ。对吧。第八题。その映画は面白くて、一旦見始めたら最後までに。で 当然可以跟它连接在一起了，也就是みずにはにらやない，对吧？那个电影非常有趣啊！一旦开始看的话呢，你就会忍不住、不禁的要看到最后的一字啊。好，这是一到八题的一个选择，我们再来看一下九到十六题。首先，同样的，它给了我们八个单词或句型，我们先来看一下：有意外吧？いないではにらりなかった。ことなく。ちなみに。でははいよ。おもちゃまして。 ところが、ところにある、に襲われた。那么同样啊、選択正确的含囲、提供到下面的誤差当中就可以了。先看一下第九题。第九题的簡単是、社員のこのことを聞いてみ。後面ね、今年は赤字でキャンセルされた。今年は赤字でキャン 他ところ对吧？他ところ就相当于了，它是でも的用法，虽然但是这个转折的句型啊。所以呢のの，我问了一下有关员工旅游的事情嘛，但是却发现什么呀？今年,今年啊，因为公司的亏损，所以取消掉了。好，再来看一下第十题，前面是吉奥エバワレだカテは，后面是スバソイシナタトリの 答案应该是伊娃吧，对吧？只有伊巴呃伊わ尔的达卡里万被夺去自由的他，伊娃吧，自巴萨伊斯纳塔脱离诺有的，就可以说是一个失去了翅膀的小鸟。好，再来看一下第十一题啊，奈斯伯克出征的巴黎尼根的，哪里哪里？我们要给我哪里个意义？答案应该是。 ちなみに啊，相当于 by the way 的用法，对吧？顺便说一句啊。那么来い次ボクスでパリに行くんだ。下周呢，我要去巴黎出差。ちなみに、おみやげは何がいい？啊，顺便问一句啊，顺便说一句，你觉得这个礼物啊，什么比较好呢？好，看一下第十二题。<noise> 息子の成績がまた下がったと聞いて怒る。那么后面对应到的应该是。

所谓的语言这个东西的本质呢，是存在于发出这个语言的人他整个世界啊，这个本质是存在于这件事情当中的，也就是这个有一件事情就是语言呢，它背负了说出这个语言的人的整个世界，这个意思。好，下面看一下第十四题啊，前面是 tsunami 海啸，对吧？ 後面ね。当然、应该是。に襲われた、被襲击嘛。津波に襲われた、町は無駄な姿を残している。被, <啊 S 1> 被海啸襲击的的な城镇は留下了一幅非常悲惨的、可憐的な景象对吧。好、再来看一下第15題。彼は入社して以来、一度も遅刻するないない仕事を頑張ってきた。 那么对应到的选项应该是「こ这个形式，对不对？表示他进公司以来啊，一次都没有迟到过，一直工作方面非常努力到现在啊。好，再来看一下第十六题，最后一题，那么自然也只有「おもつま可以和它对应在一起，对吧？这个是表示结束时间的，本馆呢到这个月月底呢就要闭馆了。 这个意思，好，那么以上这些就是我们说的选词填空的练习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连线题。那么四句话和四个选项都用到了同一个句型，对吧？那么请大家根据这个句型的逻辑呢，把一二三四和 A B C D 连接在一起就可以了啊。我们看一下第一题，首先例题是。<noise> 那么大家看出来了，这道题目它的考点在于 o m o d e 这个形式，而在这道题目当中、这个、，“mode” 啊，它是表示方式、方法、手段的，对吧？那么北岛选手呢，他凭借自己的一种热情和努力呢，不断的在挑战自己的最佳之最佳成绩啊。好了，那么接下来就请给各位同学看一下下面的四道题目和 A、B、C、D 他们之间该如何的联系在一起呢？先给大家一分钟时间，先来思考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一去看一下。首先第一个，空开，今心のソレシサを，那么后面对应到应,应该是 C 对吧？目を閉じて見した。这次啊，我算是亲身经验到，亲身体验到了地震的恐怖。好，第二题，ーーと漢那么答案应,应该是 A 对吧？ 得说你开的，在中药的书当中啊，中医的书当中写的什么呢？写着以毒攻毒，对不对？好，看一下第三题，面试的结果啊，那么后面应该是对应到的是 D，对吧しします？这个面试的结果呢，我们会以书面的形式来通知到你那么最后第四个。 後面是、きっと合格できるでしょう。对吧那么、前面自然就 B 能够和他在一起了、彼の実力を持ってすれば、きっと合格できるだろう。以他の实力来做的な話を、我觉得是一定能够合格的吧。じゃあ、这样的に。好、所以、第一题、第一、他的考点就在于、おもって、这个句子の用法。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题。他说了、おの先輩ならできるだろうと思って聞いてみたところが、先輩にもできないという返事だった。 大家看到了，这道题目它考察就是タトコロガ这个形式，而タトコロガ刚才我们还复习过，它就相当于了しかし这样的表示虽然但是的转折的句型啊。虽然我觉得小野前辈他会，所以问了他一下吧，但是没想到得到的答案是小野前辈他也不会，对吧？这样的意思。好了，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啊，下面的四道题目都用到了トコロガ这个句型。 那么，请大家思考一下它们之间一个对应的连接关系啊，给他一些时间先看一下。好、啊，我们从第一题开始。第一题，它后项给出的是 “natica naranak enables t a 那么前面对应的应,应该是 B，对吧？ 目覚まし時計を7時にセットしたところがなぜかならなくて寝坊してしまった。我明明把这个闹鐘挑在了7時半、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没有想、害得我睡るこ了。は。第二题、カジノの通報を聞いて現場に駆けつけたところが、実是前向、那么後面定義到的应该是 D, 对吧、に何も起こっていなかった。因为听到了 火灾的通报之后呢，我们急忙赶去了现场，但是发现什么都没有发生。好、啊，再来看一下第三个，后面是我刚才拿的那都我给你我一打碎前面呢对应到的应该是 C 这个答案对吧借金返求めて？我去叫人家还我钱，没想到呢我刚才拿的那都我给你我一打碎就被他老婆怎么样赶出来了，说我们没钱。 对吧？好，那么最后一题啊，只有 A 可以和它联系在一起了。<noise> 我上周早早的就把这个信给寄出去了，但是到现在还没送到，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啊？好，所以考察是相当于がしかし这样的转折的句型的、他とこるが的用法啊。好，再来看一下第三个题目，例题是。 この漫画は本当に面白い。読み始めたら終わりまでロマーズにはいられない。<music> 那么同学们应该都看出来了，这道题目它要考察就是“にわいられない”这个形式，对吧？情不自禁的啊，既可以是心理上的感情，也可以是身体上的感觉，不禁的、不由的要去做这个动作，对吧？这这部漫画非常有意思啊，只要你开始读了的话呢，那么就会不禁的、忍不住的要读到最后，对吧？那么接下来就请各位同学看一下下面的。 四句话和四道选项该怎么对应连接在一起呢？好、啊，我们从第一题开始啊。第一题后面的是瓦拉瓦的你瓦伊拉列那么前面应该是 B。 和它对应在一起，是吧？这个科长的话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所以我们都不禁的笑了。第二题，前面是卡诺中的卡纳西卡过，听的越多，那么后面对应到的应该是 A，、欸啊、泪泪泪泪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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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题，后面是昔をな呃昔を懐かしまずにはいられない。懐かし是形容词的怀念，那么懐かしむ就是他动词的感到怀念，对吧？那么前面应该对应到的是 D。我翻一翻高中时代的这个相册的话呢， 那斯卡西马兹尼瓦以来呢，就开开始不禁的非常缅怀过去啊。好，最后一个第四题，那自然选的是 C 对吧？日大我听说啊，日本发生大地震，我不禁的不由得非常担心啊，这样的意思啊。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第四题啊。このお店は一日も休むことなく年中無休で営業している。 那么它的考察重点就在于了，kodonaku 这个句型，相当于了难以点的用法，对吧？这家店啊一天都不休息的，在年终无休的营业。那么，同样的，接下来请各位同学用 kodonaku 这个句型逻辑来思考一下一二三四和 A B C D 的一个对应连接关系啊，给大家一些时间先看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第一题，かれあ那么后面对应到应该是 d 对吧？ここまで頑張ってきたのだ。啊，表示他呢，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都从不放弃的，一直努力到现在。好，第二题，呃，前项是我们选的，后面是今まで気づかれている。后面啊，那么选择的应该是 D 对吧？ この町の伝統は変わることなく、今も受け継らでている。这个城镇的传统啊，从来没有变化过，到现在还被继承着。好、啊，第三题，選手たちはこの一年間一回も練習を休むことなく。我面对应到应该是 C、毎日練習を始めきた、对吧？体选手们啊，他们这一整年啊，一次都没有啊请假过练习，而一直非常。

リウを調べてみたところ、彼の話は全部嘘だということをことがわかった。对吧？那么显然，他要考察就是タトコロ这个形式，就相当于了タラ的用法，在做了前面这个动作之后呢，得到后面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往往是我知道了、了解了什么真相这个含义，对吧？所以我调查了一下之后呢，发现什么呀？发现真相就是他所说的全部都是谎言。那么接下来。 大家就思考一下，它通过了这个句型逻辑，然后再来决定一下一二三四和 A B C D 的一个连接关系啊。给大家一分钟时间先看一看。好，那么答案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第一题，它后面给的是“ちょうど早いし、三 <noise> 前面应该是 C 对吧？田中先生のお宅を訪ねたところ、ちょうど林さんも来ていた。我去拜访田中老师家的的时候呢，拜访了之后发现什么呀？发现诶、欸、碰巧小林他也来了。第二题，科学研究所見学しに行ったところ、那么后面应该是 D 对吧？世界一のロボットが見られて感心した。 我去这个科学研究所去参观啊，去见学的时候呢，见学之后能够就看到了什么呀？看到了世界第一的机器人，我感到非常的佩服。好，第三题，前面是我们选择的，后面是石器を外していると言われた。那么前面对应到的应该是 A 对吧？ヤマダ社長のこわい課長に電話したところ、石器を外していると言われた。o k a 给 山田商事的小林课长打电话之后呢，得到的结果是被他被别人说什么呀？他暂时的不在位置上。啊那么最后第四题，那么企业についてしら調べてみたところ，自然就 B 对吧。那么我关于那个企业那个公司调查一下之后，发现什么呢？发现有很多过去他们做的不法事情啊，一个接一个的浮出水面了。 真的このチームは勢いが強くて内々に来た。1. ことなく。2. 決勝戦。3.1回も。4. 負ける。我们来思考一下、正直的瞬止是什么样子呢 だ、应がし、このチームは勢いが強くて、一回も負けることなく決勝戦に来た。对吧这个队伍は、他の势头非常に強烈だ。他们现在是一次都没有失敗过に就到了决赛这里だ。好、第二题。いつもの時間に何々減ってだった。選项1、お店に2、ところが3、いつもの4、行った。 好俺来た答え应该是。いつもの時間に、いつものお店に行ったところが閉店だった。でば虽然、我在、老時間去了我、我一直去那家店。但是呢、却发现、关门。好第三期。あんなひどいこと言われたら何々だろう。一、いられない。二、怒らない。三、では。四、誰でも。 だし、あんなひどいことを言われたら、誰でも怒らないではいられないだろう。あと、睡眠。あんなひどいことを言われたら、誰でも怒らないではいられないだろう。な、ねが、被諸了那麦古墳の話の話の、那無論是谁、都会生き。あ、下面第四体。教科書を読むばかりでなく、何々ことも大切だ。1、2。 に実践する、さ持って、読お但是、教科書を読むばかりではなく、身を持って実践することも大切だ。ああ不仅仅是要阅读教科書啊、我们精身去实践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 もう再看最後の第五話。忘年会のないに伝えたいと思います。選択。1、田中先輩に。二感謝の。3、気持ちを。4、折りに。おまえ、綺麗だ。おまえ、来んいっしゃ。應該是、忘年会の折りに、田中先輩に感謝の気持ちを伝えたいと思います。我呢、想在、 忘年会的时候，向田中前辈表示感谢的心情，好，那么第十五课的讲解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从下从下一讲开始呢，我们将进入第十六课的学习。